OK， 该更新了什么？还是没有名字啊？该有更新的一些档案，但我不知道更新什么。该不会是出了绑定的吧？不知。但我今天这集可能会先把技能讲完哦，因为这还有19天嘛。我们先把技能讲完再来讲这个好了，不然这样我觉得不大行啊。因为我们技能就是本来要讲那一个，然后被终止了，所以闪电回击讲了，好快哦你！我们今天讲的是闪电冲刺喽，技能槽怎么看？因为闪电电流学也讲过了。吼吼，我真正被闪电血啊！攻击所有敌人造成3600发的一个爆伤和2秒的晕眩，就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那今天就给你看一下什么是闪电中置。哎，对我看到有人说那个是魅魔，哎，我真的笑了，那个是魅魔，对啊。就是怎么讲啊，太多手游说那个是魅魔了，但是他就真的变成魅魔了。怎么讲，就是他是一个没有名称的怪兽。然后大家都叫他魅魔。这招还蛮帅的。有人叫你出来吗？所以没有捐赠。哎呦，啊，糟糕了，你干嘛啦？哎呦，这哎，今天这哎，他今天更新也很像新增什么简单困难。哇塞，啊，这里南瓜副本，哎，那些标题可以改一下吗？算了，下一集再讲这个副本好了。嗯，强化一下。我们今天的手机游戏就玩到这里，然后这边好像可以取得南瓜的样子。哎呀，要把他们全部带走才可以哦。因为标题就是该那个，然后尽可能的下一集会讲，下一集讲副本好了。得冲过去。